要让他见识到全控制的力量吗？他敢玩动物园哦！他妈的，我全控制！凯伊拉表示。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哦，好猛，好猛！哎，哎，哦，有上气，大小，好了啦，你有上气哦，我也有啦。希尔蒙格真的表示了，哎，是的，我喜得啦，来介绍最近很夯的一套控制牌。这一套牌其实很早就要介绍，但是刚好改版将近哦，很多牌组都想要介绍，直到延到今天。那今天来介绍控制牌，这套控制牌真的非常强。然后，你要么控制我们的降费体系的牌，要么就是清我们的动物园，然后有上气女巫是什么都有。那主要这套牌会强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个精灵少女的特工铺场，让平战斗力变得比较好，而且还有这个角斗士，只要算是这套牌核心。因为这套牌如果拉到大牌流的话，会强制先攻，没有拉到大牌也没关系哦，就是一个战力铺陈啊。然后最后我们塞拉控场以后，有机会变成二杀宝五塞拉，又可以有我们的上气女巫师，然后再加上显蒙格这种控场，还有这个大群转场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要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好，不多说，我们出发，就起来了。嗯，我觉得现在老莫是不是又有点强起来了？哦，不能输哎！难呐！哦，那就这样子。哎，然后他不能降费，我可以降，他不能降，会降？哦，这样超猛！对手 slap， 我真的超猛。来一下女巫师吧，完了，可是法力棒棒。女巫师，来一下。AK 姐姐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补充那个 Marble 的东西。打了吼，又是这么疼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哎、欸，这个全控制是不是有点恶心？全控制。其实我很想跟大家聊一下明年的计划，但算了。嗯，明年这游戏会出是不是很多有趣的东西。但就我不想当第一个讲的。据我所知，明年出蛮多系统的，但抱歉了，我没办法当第一个讲的人。应该说可以讲，但是要去经过 SD 的同意。但就我没有问，就先不要讲。电脑吗？话说够了，老兄。直接复制。浩克星球还蛮期待的，我觉得音乐的卡都蛮变态，就是蛮强的感觉。话说够了，老兄。哦，起飞准备就绪，那是不是要低一下了？
OK， 最狠的那种，最狠的。哎、欸，这控制牌是不是有点恶心啊？你们看起来是不是有点恶心？我觉得超强哎、欸。这控制牌是不是太强了、啊？噔噔噔噔噔噔，还是我太顺。他前期不是营运的不好，后期救回来是不是？前期出大招的，但后期竟然可以救回来，也是蛮鬼的一个。最后一台，哎，橘子晚上好。橘子，你打到无限框了吗？你那十五张打了几天？我们家橘子啊，他妈打了，他囤了十五张无限票，好扯！靠！哎、欸，这个我觉得我直接控后宫就赢了。欸、这套牌的魔方率好高哦！怎么会高成这样？这个魔方率如此恶心啊！给破啊！话说我知道现在漫威角色不能有坏影响，现在看的演员好像，而且这一套可以强制让对手先攻，那真的他妈恶心，非常有上心。我会干调草粉啊，哭啊！呼呼，好赚！哎不，哎晚安晚安，哎我不能这样废了，有女巫师吗？哎呀，魅惑。我把自己的这个打掉，然后就没有战斗力了。怎么看我？我真的快笑死！看，可以吗？魅惑。我先装上很好，下去。一直赚大分欸，好爽！超人这张嘎刚出的时候热度好像没那么高，多一攻差蛮多的。